有点饿了，你们吃饭，我吃灵魂，直接水之灵魂一口下去。不仅加多多，还有夜市是吗？我去，一口直接两个半小时的夜市，不是两分半的夜市。哎呦，钻石！哇，水之灵魂不仅好吃，还能提高咱们的运气。水之石直接给咱们挖出了一个4块钻石，因为我们是要做转化桌的嘛，所以钻石还是需要的。几颗了？2颗钻石，2颗太少了。我记得刚才是4颗呀。哦，这2颗在这儿呢。第1把稿子已经爆了，我现在只剩两个水之稿子，兄弟们啊，还剩2把稿子。这块的岩浆咱不鸟它啊，我们上面还有更好的。我这斧子应该是因为我没砍树，我刚发现，咱背包里居然没有木头了，兄弟们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，这里是 MZ 实况夜风，嘿嘿，咱们继续挖矿，现在水之石有点少，希望能凑半组。哇，全是火之石，我感觉我被火之石包围了。这边是什么？哎嘿，这石头不对呀，这颜色不对，兄弟们，暗黑矿石。哦吼，发现新物种，我瞧瞧这盒子啊，战斗的盔甲，一会儿带回去都给它开了。暗黑矿石一个顶30000，这比钻石都贵呀，这个可以做剑，29低攻击力，一会儿我要做它。镐子27，镐子肯定更厉害。我还有斧子，还有装备。哦，瞬间我就有目标了呀，兄弟们。还要什么火之剑？我们直接做暗黑套装，有条件咱就直接做暗黑了，对吧？这是第几把镐子？我还有1把镐子，争取咱们在这把镐子3把镐子爆之后，弄个800000左右。3×10等于100000，也就800000，差不多一套装备加1个镐子加1把剑，应该差不多。我现在身上有20多万，这才60多万嘛，还有1把镐子，不着急，肯定能行的，我可以的。再多来点钻石那就好。最后一把镐子已经用上了，兄弟们，嘿嘿，最后一把镐子已经用上了。然后今天假期已经过去3天了，今天是假期第4天，不知道各位同学们，你们的假期作业写完了没有？是否是在一边看着我的视频一边在写作业呀？还是已经写完了呀？祝你们假期愉快哦。钻石现在就不要挖了，我们一会儿回去要做一个非常牛的工具，等有牛的工具了再回来挖这钻石也不迟。现在挖呀多少有点浪费了，现在挖只是一个一个的。哇，又遇到钻石了，上面还有水之石，我太富了吧，兄弟们快看看这钻石一大坨，太爽了。火把没了，做点火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再做一个坐标，这属于钻石2。哇，这真的是矿工天堂。 1.7.10 版本能挖这么多钻石全靠这个连锁，不然的话钻石很难挖的。你看水之石，哎，火之石，漂亮，多来多来，这是最后一把镐子。哦，又遇到一颗钻石。等等，这不会是我刚才定坐标吧？先不管了，先来个钻石3，应该不是啊，坐标应该都是有光柱的。我们做完坐标离开这，你看有光柱，这块是新的钻石，没问题的。话说玫瑰金怎么没有？再来点玫瑰金，我就可以做一个玫瑰金戒指。又是钻石，兄弟们，在这集视频里，请大家叫我钻石雷老五，行吗？哎，钻石雷老五非常的猛。把这钱扔了。这是第几坨钻石？钻石4。希望能再挖一坨，那就是真的是钻石雷老五了。哈哈哈哈，这边应该还有。我镐子已经爆了，完了，镐子爆了怎么办？再做一把镐子，咱们再挖一坨钻石就走，行吗？为了凑够这个成就，我也是拼了。再做一把镐子，哎，哇，玫瑰金，8个玫瑰金就可以做一个玫瑰金戒指了。现在我身上几个？正好8个，然后再捡一个9个，还差一坨钻石，有没有钻石？钻石，钻石，再来一坨。哦，火之石，太好了，火之石已经这么多了。咱们身上的石头是非常的足够，大家记得点赞啊，先评后看，养成习惯，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夜风增加点播放量。呜呼，几个？43个，45，旁边岩浆有点多了，这镐子又要爆了，看来咱们最后一坨钻石是挖不了的，那我就当钻石雷老四吧，哈哈哈。走走走，哎，等等，黑曜石是不是没挖？再做一把水之镐，上去把黑曜石挖了，咱就可以回家，然后准备去地狱挖点萤石，就可以把我们的转化桌做出来，然后就做那个镐子。哇，思路清晰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思路太清晰了。这边应该是没有我想要的了，走，黑曜石就在这个位置啊。上次我们下矿的时候就看到了，这黑曜石底下是有岩浆的，我推荐我还是放桶水吧，
不然一会儿挖完了这东西一会儿全都掉底下，岩浆被烫了，我就一点都拿不到了。看见没有，岩浆池15个、16个、20个够了，咱保护的这点黑曜石已经足够，回家回家。